喂，老公，什么代志？阿婆，你即摆拢伫倒位？草帽带出来晒日头啊！安尼哦，阿哥，那安尼你即摆伫倒位晒日头啊？啊，我呢，病后壁巷啊，嘿。啊，我小等下要带二哥去买物件，要带我再靠你。志成家，我带你平生。伯，等你平生带走。安怎？你即摆人带出来啊？这是用良心发狠心。 该我人一定要带走，只有赤诚在外手头，我只好法度甲阿妈讲条件。今日袂用个啦，志成已经知影我带二哥出来，今麦你若是甲二哥带走，伊毋就知影讲我甲你串通，非得今日袂用个啦。林刚就替你想办法。林刚，你定准讲我真侪时间哦，你莫阁乱啊，甲人好我啦。哎，是上你乱啊，代志都是你布出来。 那不是你，你还是你在麻烦，我是今晚唔免跟人家讲遐，你莫去害人啊啦！我你干嘛麻烦？嘲讽，做人爱凭良心呢。我为何你我无该加出来，这代志你莫讲。我真感谢你，无甲我加出来。感谢唔是用虚讲的，我今晚需要人斗相共，你好我配合是啊。我今晚就咧甲你斗相共，你莫阁一错再错啊！你若是阁去害人，就是你无人会当救你啊！ 你即马是咧教我做人的道理呢？别人无熟悉你，迄个袂要紧。你做啥物歹代志，我敢毋知。我甲你讲啦，你无比我跟我高尚啦，你莫甲家己跟我敢若性女共款。我无讲我家己性女，啊，毋过我无参详你。你真正是起痟啊！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你拢敢做？你即马跟我起痟，好啊，我就痟互你看，我甲你的喙撇好破，互你一双做下狗，袂阁乱说啊！这。 你都怎么惊你哦？你真正是小白天的，我突然你就久啊，卖两种恶劣的危害我，你敢怕我？你小三，我你小白天的，你敢跟我笑都笑你，我来救你，你是怎样的？你敢说放开？放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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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
你拄着那个人，好啊，搞好我什么代志啊？你点点啊，二哥，二哥，你救出来哦！二哥，你现在到位，二哥。我差点跪起来，记性都冇去啊！阿姨，是的啦，我就想讲，带二哥出去洗洗，拍下日头，我那知影伊都走冇去啊。你明明知，即马这款情形，你哪无甲顾好啦？阿姨，真正就歹势，我唔是挑故意的啦。你讲白菜，我拄则去调监视器啊，结果伫饭店电梯头前甲你讲话啦，是莫妮卡。你去调监视器，你也是无相信我。我当然嘛，做想要相信你。我其实咱阿母当无任何的怀疑，啊，不过事实就是证明，你也是有代志要隐瞒我，欺骗我。你即马老实跟我讲，是不是你甲二哥搞表情，阿哥，恁的目的到底是啥？我无。我确实有在电梯拄着表姐，啊，不过我是要劝伊出来投案，啊，伊莫阁一错再错。一错再错，一错再错，人是你。